苏先生，有柳峰先生想见你。嗯，让他进来。苏先生，柳峰，你竟然敢上这儿来，冒昧了点，还请原谅。吴学兴死了，意料之中，自杀的吧。你凭什么这么判断？他已经走投无路，再不当机立断，就连他在国外的女儿也要受牵连。你逼死了我的义子，还赶上这儿来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苏先生，您义子的死难道就没有一点您的受益吗？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，你真就以为我没有办法弄死你吗？我完全相信，如果苏先生不想留我，我在天海就活不过一个星期，所以才敢上门来请罪。请罪？你以为说上一两句好话，吴学兴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？不敢。但是我可以跟苏先生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苏老先生其实并不满意吴学兴做您的代理人吧，所以您才一直没有让他改姓苏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吴学兴一直是恨铁不成钢啊？所以你才敢对他暗中伤害，把他逼得走投无路，进而取而代之。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您还有一个孙女儿叫苏小雅。是又怎么样？据我所知，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。您一直找人代理苏家的产业，为的也是不弄脏苏小雅的手。我的确放出了一些吴学兴的罪证，那是因为当时他满城找人追杀我，我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。再者，就算我不这么做，吴学兴手上有一位不受控的杀手，这个人迟早会落到警察手上。吴学兴其实已经穷途末路了。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请苏老先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代理苏家的产业。我会帮苏小雅办妥所有的事情，也给您一个不杀我的理由。你还真以为我对吴学兴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我在吴学兴手下工作了这么久，他一直都是死不认输的那种人。如果苏老先生对他还有感情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的自杀了吧。柳峰啊柳峰，吴学兴几次说起你，我都在提醒他，让他对你慎之又慎。可惜呀，最终他还是没能听进去。苏先生，
只要您能给我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能为苏家做的还有很多。怎么了？你被那辆车带走之后，我们跟踪不到。还有那时候柳峰找到我们，跟我们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他帮我定位有位，我们帮他逃出天台市。他去揭发吴学兴的罪证。但是吴学兴的罪证，昨晚在网上就已经散不开。到今天早上，王蒙都没有联系我。而且什么？今天早上，苏氏集团发布了公告，聘用柳峰为苏氏集团新总裁。他已经回天海了，他有过过的车，昨晚在成田公路上被找到了。网络失窃联系多久了？14小时。好，我们去苏家。赶紧把饭吃了，一会儿咱们去机场啊。去机场？对，咱们去法兰克福。去法兰克福干什么呀？你还记得威廉姆叔叔吗？他不一直让咱们过去吗？现在那边有个现代音乐节，咱们过去玩两天。你骗人，我们根本不是去玩的。怎么说话呢？去玩你带这么多呀，你吃得了吗？小孩子别问那么多。我不是小孩了，你不告诉我算了，反正我不去。哎，小雅，小雅，哎，小雅，小雅，你开门。你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。你先把门打开。不，你什么都不说。你让我说什么呀？那算了。苏小雅，我警告你，把门打开。走开。小雅，把门打开。小雅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知道那么多有事。
你怎么起来了？一点小伤，没事。段飞呢？去苏家了。苏家？干什么？苏老在哪？你们哪来的？什么人？出去！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几个人什么都不说就往里冲，还要见苏国。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们下去吧。段飞，我知道你要找什么，先坐吧。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情，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瞒不住的。
你没办法吗？没错，当年段红找苏明的时候，段红说的就是这句话。好，好，看在你是段红儿子的份上，我再多告诉你一点。当年的苏明在天海那可是最优秀的管理者，就凭他一人就能把全天海所有的地方势力都变成了合法集团。可那时候的云顶和段红才刚刚来到天海，在商界他们只不过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。尽管后来他们打下了自己的地盘，有了自己的人手，可那也是在苏明的帮助之下才成就了今天的